尽管已经到了耳顺之年，亚洲天王刘德华魅力依旧无人挡，经典歌曲带领五六七年级生一秒穿越时空隧道，巡回演唱会年底将在台北小巨蛋连唱四天。为了完美演出，天王加紧脚步练习，社群影片连发，让歌迷越看越心动。但这回演唱会采实名制抽选，想进场得碰点运气。辉夜按摩椅跟上天王旋风，不仅冠名赞助刘德华演唱会，父亲节档期还推送票活动。1、2、3，即日起到8月12号，只要到门市跟天王拍照打卡留言，就有机会抽中演唱会门票。或是购买可以享受触控萤幕、137公分大范围按摩的辉夜超梦椅，直接送2张门票。刘德华算是小时候的偶像嘛，然后他也很久没有在台湾开演唱会，所以刚好加上父亲节，所以会就是一同来关注刘德华此次演唱会的这个客群是跟我们品牌相吻合。那父亲节适逢这个这样到来的期间，也是欢迎消费者大众啊，可以到我们的门市体验按摩椅啊，然后也可以拍照打卡，那就有机会可以带着爸爸一起来看演唱会。刘德华暌违11年再度公诞，辉夜按摩椅宠爱消费者，今年父亲节带爸爸听演唱会按摩，身心灵都放松。民视新闻综合报道。